欸，大家好，我是小平。那这次推荐的游戏是这款游戏 OSU。那先教，因为大家我一个人在风靡这个游戏，那结果教了很多次啊，我朋友都听不懂，那还不如拍个介绍片比较快一点。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基本的事情。首先，如果是中文的玩家，请你把它转成中文，在这边 OBTLNS Option 这边，那可以帮我调一下。从英文改成中文繁体，那如果没办法的话，请你再改成一次英文，变成一次英文，再变成一次中文即可使用。然后这边是音乐，因为大家都觉得音乐很大声，在那边调，然后可以那个调过来，调整音乐大小，然后就是一些整体啊，那还有一些这个为 OSU 基本的分数计算，那50，miss 大概是最差的，那50是第二差的，100是第三差的，然后300大概是最好的，那尽量是打在300、100跟300。因为我也好久没玩了，最近考试很难接触游戏，那最基本的，等一下灌歌词、灌歌啊那些都会教大家，使用说明都会教。那先介绍 OSU 最基本的一些 Now it's your 武器。turn. Hit the next 当 four 你 hit 的 circles. 外围的圆圈圈越靠近你的中心的时候，请你按下去，会 Great 用 job. 你的 Z 或 X 可以按下去，或者是用你的Now 滑鼠去勾 introducing the 线 slider. Slider slider ball, ball, follow follow circle, circle, and slider slider tick。 tick. 然后这个是当你的外围圆圈圈越靠近你的目标的时候，按下 When 去。the approach circle closes around the head of the slider, Click Click and and hold hold the the trigger trigger button, button,按下and 去follow，follow 的 the slider slider ball ball to to the the end end of of the the track. track. Now Now let's let's meet meet the the reverse reverse arrow. arrow. 如果是有When 你the 要入圆 slider 圈圈的 ball 话，reaches 请 the 你的滑 reverse 鼠跟着 arrow, 你的那个球回到那 the 个在圆 ball 圈 will 滑，then 并且按 reverse 着 back X through 就 the 可以。track. 示范一 All 下。right, now you try. Hit Hit the the next next three 3 sliders. sliders. 那这样就完成你要的步骤了。Great job! 接下来是轮转 And 转盘的部 finally, 分。the spinner. When the When the spinner spinner appears, click click and and drag drag your your cursor cursor in in circles circles rapidly. rapidly. Easy. Now Now it's it's up up to to you you to to do do the the next next one. one. 请你按住你的 Z 或 X，或是你的滑鼠键往左或往右旋转都可以。那就可以了。That's it. You're well on your way to become. 好，接下来是实作的部分。那因为我电脑，我分两段拍好了。先说明一下，这个一阶有分为很多手。那你等下网址到时候冠哥的那些技术我会再教你，然后第二星的都是越来越难，那一直以难度来分别。那这边。有一些设定，那比如说自动点击、游标、转盘，还有精彩的自动表演都可以。然后还有一切都变难，一大堆有的没的，还有降低难度。那可是降低难度的话，相对性你的分数也会下降。那如果是增加难度的话，也会增加你的分数所得。可是真的蛮难的。然后，接下来是账号。账号的话，点入这边，你到时候你 OSU 上面会看到一个账号，你点入这边的账号就可以输入你了。那到时候请你到 OSU 的官网，然后去询问账号，或是创办自己的账号就会失去。然后接下来做一个简易的示范，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玩的啦。这因为是翻拍下来的，所以大家就是没有本事打账号，就是因为刚刚才玩。还没接触到三个月左右。
常来讲，我们都是用寂寞来敷衍爱，让大家都听到了。差不多是这样咯，音乐的话到此结束，然后大家告诉我怎么，我现在告诉大家怎么关那个音乐。好，接下来就是下载音乐的部分，那请你们按下这个 download 下来，按储存。好，帮你储存好，那这边就不做多说明。因为拍片程式关系，那可能下载比较久一点。啊，正常来讲是30秒就没了 ，OK 了。这里点两下进去，然后按。好，现在是，喂，为什么我下面会有这个东西？Hey, 好，现在开始告诉大家，就是忘记了，就是 OSU 的第二版本，就是需要灌的游戏。嘿、hey, ，那音乐从灌的地方哦，有一些步骤，那你们要知道 ，OSU 只支援日文的跟英文的，它不支援中文的。那是如果你中文可以把它翻成英文的那个字幕，把它打上去 OSU 的频道。然后还是可以用出来，请你在 Yahoo 这边打 OSU， 搜寻 OSU 的官网。
然后请你这边 log in， 或者是 I'm new， 我是新人，那帮我申请个账号。然后在你申请完账号的同时，他会请你登入 OSU 的界面，然后去登入你的账号。那现在我已经有账号了，那我可以登入。好，那接下来教大家是属于那种下载歌的方面问题。那这边同样这边有四个地方，你可以去找歌，这个是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是从 YouTube 找到你喜欢的影片，就是有一些歌曲嘛，对不对？歌曲，比如说这个。这首歌，那这首歌的那后面的那些歌词都可以放放看，然后看去可不可以找到，让你们这边找。然后这边有很多个系列，那你点一个看看。